说我渣，说我不专情，说我吊郎当，说我你随便呛我都 OK， 你怎么可能讲我妈怎样啊？怎么可能会开这么过分的事情？你知道那个都会想掉泪。他会不放心说，哎，你们可以追我，我不能追你哦。你当然可以追我，但是你怎么可以追我家人呢？你可以追我，你可以追我们整个团队，你可以追他，追我，追他都 OK。你怎么会追我家人？你疯了吗？你是疯了吗？我有其他低收入朋友啊，他们也过得很穷啊。但是我们在怎么吵架的时候，我们不可能说这是死穷鬼，我们不可能攻击别人家庭。我觉得主秀是 Twice 跟钟培生嘛，再应该就是我们了吧，因为真的是那个有 beef 有牛肉啊。那你针对他刚刚发现洞呛你，对，感受不是太闹了嘛？不是，你当然可以追我骂我，怎么可能去讲家人呢？祸不及家人呢、啊？我们平常怎么开玩笑耍宝都 OK 哦，你怎么会去提一个我没办法改变的事实呢？原生家庭是我能选择的吗？是我能改变的吗？而且他后面又讲到说你不孝顺这四个字，太扯了、欸。对，我妈更没养过我、欸。到小学以后，我妈只养我养到小学、欸，还是我妈给你啦，爱你，我妈给你，你体会一下，让她孝顺一次，让你孝顺一次，让你孝顺看看。你说我渣，说我不专情，说我吊郎当，说我你随便呛我都 OK， 你怎么可能讲我妈怎样啊？怎么可能会开这么过分的事情？你知道？那个都会想掉泪，我觉得已经是到有点不敢相信的状态，超闹的。他的房租、水电、生活费全都是我出的，还是艾莉你来出啦？我妈妈给你，让你孝顺一次。我已经养他养了很久哎 ，Come on， 所以我觉得超累的啊，赚那个钱超累的啊，为了赚那个钱真的超累。他会不放心说，哎，你们可以追我，我不能追你哦。你当然可以追我，但是你怎么可以追我家人呢、啊？你可以追我，你可以追我们整个团队，你可以追他，追我，追他都 OK。你怎么会追我家人？你疯了吗？你是疯了吗？你当然可以追我，你尽管追，没有事情嘛。嘴巴长在你身上，你当然可以追我，你尽管追我啊。你怎么会踢我妈妈呢？跟你讲，真的很累。我只是一个很喜欢表演的孩子而已，我更不喜欢纷争。我要不是赚这个钱，我根本不想跟你玩，好烦哦，有点累啊，但我说我会努力，啊，真的是莫名其妙，没事啊，讨厌。我有其他低收入朋友啊，他们也过得很穷啊，但是我们在怎么吵架的时候，我们不可能说这是死穷鬼，我们不可能攻击别人家庭。